继续接着造啊。进来老铁啊，喜欢吃龙虾的给个双击啊，你看有没有食欲。哇，太烫了、这个费牙，这龙虾太费牙了，你们就不要吃了啊，我吃着你们看着。这大肉感觉有食欲的，对着大龙虾拍两下，双击啊。今天任性的来上一小锅，哇，这大龙虾，花上我五月一旅游的费用啊！五月一我就不去旅游了。你看这个大钳子，这个大须子，这个是5斤左右的龙虾啊。这个大龙虾我不吃了，吃个小的，太烫了，太烫，慢一点，开个虾头。太烫了。今天老铁给他来个双击啊，来个虾脑啊，啊，钳子掉，开个虾尾吧，太烫了。进来老铁给个双击，吃过红烧的，吃过麻辣的，吃过芥末的，今天我挑战一下吃白糖啊，使劲翻滚一下。见过这样的吃法没？没见过给个扣一啊。脆脆的，又腥又甜啊，真的。这样不好吃啊，老铁不要模仿，还是红烧的好吃。给个双击啊。来个高清版的小迷你，看看里边有什么啊？哎，这么一点小都有大米啊，都不会说了。这是不是真正的大米？是的，真的大米啊。老铁，给个双击啊！你把他的牙齿摘一下，咬下来吧，一口吞啊！老铁，给个双击。来一发子弹头，一口闷闷的下，给我个双击。辣似竹节生，祝双击点赞，老铁踩着小人节节高升。老公天天说我不够拼，今天我也拼一把。小妹上辣。好，这芥末这个不是辣呀，少来一点，这样老铁才会给你双击的。这样能上热门吗？你不拼老铁会给你双击吗？好，那我就拼一把。我去，再来一口。老铁看他这么拼的份上，给他个双击吧啊。还要不要双击了？不要不要。双击啊老铁。开个大龙头，祝进来的老铁鸿运当头。你看这个肉大不大，咬一口啊，好不好吃？好吃，这个我就不吃了啊，留给多妹吃啊。老铁给个双击。豪华版的帝王蟹煮面熟了啊，我先来个腿。帝王蟹啊必须这样造，有点不熟练。老铁给个双击啊，这儿咬口面。你家有矿啊，天天这样吃啊？没矿也得吃啊，有钱任性。双击啊，能吃辣的给个双击，超级能吃辣的给个关注，不够辣上辣。好嘞，来个变态辣啊。这样老铁应该感觉我够拼的，给个双击。老铁们给他个双击吧啊，太拼了啊，绝对够拼啊。我去，双击。今天来个头开帝王蟹啊，算了我还是不开了，都没热门，大家
给我个双击，送我上热门啊！我还是乖乖的用剪刀吧。老铁，镜头进来了，双击又不花钱，对，免费的双击给我送一个吧。对，给就给一个吧。双击啊！好长时间都没有热门了。好，继续吃。萝卜腿啊。美不美？撸大腿。老铁们，看在他这么拼的份上，给他个双击吧。双击。帝王蟹海鲜面熟了，今天来个硬的，先吃个腿啊。扎嘴。来口面。没吃过的可以给老妹一个双击啊，下次来老妹这里，老妹请你们吃。来一个，马上开播，小伙伴儿们，黄，来一口啊。蛋黄，马上开播了，你们今天晚上吃海鲜啊、嗯！生菜大虾又来了，宝贝们，最爱，没办法。太好吃了，真的，又忘了出虾线了。我是不是又漂亮了？不回爱陪吧，太鲜美了，我的天！哎呦嘿，想跑。大海螺啊，比我拳头都大，看一下里面的黄。哎，哎，哎，不愿意出来呀？哎，先来口黄，蘸点劲。把里面的肝脏啊挤掉，吃多了这玩意头晕，肝脏挤掉啊。哎呦，蘸一下吧。太好吃了，宝贝们，麻烦点颗小红心啊，谢谢啦。爆个头，看一下啊，有没有墨，有没有大理。哎呦，有大米。第一次吃到带大米的那个八爪鱼，真的，长这么大第一次吃带，解冻了啊。嗯，这样的。
老弟，起！哎呦，来个黄与墨的战争！哇！香啊！如果诱惑到你们，可别怪我狠心哦。来个酱香面包蟹，哇塞！再来另一只，看看怎么样。一个生枪的大虾，放了芥末呢。妈妈，我鬼子去闪穿。刚刚夜里半小时。妈妈，鬼子去闪穿。妈妈，鬼子去闪穿。太香了。季老老姐能不能给个双击啊？好不好？哦。嗯。超级不错。妈妈，你品。最喜欢吃刺身鱼，不管是皮皮虾还是大虾，来者不拒。嗯。今天老铁给个双击行不行？这是虾蟹。来一个海洋大虾啊！这一个大虾花了我半个月的工资啊！毕竟是，哎，烫死我了！这是海洋虾。大家老铁能不能进来给我双击啊？你们考虑一下，我半个月工资大概有多少，就给我多少爱心就好了。太大了，这一个吃完就差不多饱了。我去，过去了，来给我。嗯。来住！我死了！有木？咱家老铁给我个双击啊！性感大爆头！哎妈，烫死我了！还没凉透。看我敢呗！哎呀，这么烫！哎，这整个。嘴呀、啊、都烫秃了皮，哎呀妈，这个大沫啊！太可惜了。大家老铁进来了，给个双击加关注啊！这一锅酱油放多，嘿呼呼，还认识这爆头吗？